那在大陆如果要刷单的话，有没有什么专门公司能刷单，或者是他们怎么操作？是他们怎么你有没有这个你没有了解这个市场？怎么做这个刷呢？是用他们是就是编成一个电脑，就像做什么机器，利用那个机器的方法来刷单吗？或者是他们真正的自己来打他们的手机来做？同时一个人控制500部手机，现在可能
信号或者是都市的手机号，当你有需求的时候，我可以同时控制着几百个手机号去购买你的产品和即可，比如说你需要我几点几十分去听什么课，那这个群我一个人都可以控制这几百部手机，然后呢到准时准点的然后去上课，然后这个是中国已经很普遍存在，跟人学自己都有这么一个机房，这个机房里面大概有上万部的这样的信息，就是我们叫群机器人来自己去控制一个人大概控制到1000部手机没问题，然后去远程也好还是在机房也好，我可以去控制所有的机器，然后去模拟真实的学生或者是真实的购物的场景，这个是已经很成熟的技术的一个中国。所以 GSX 他们自己有一个小的团队来有这个操作吗？是这个意思吗？对，一直都存在这样一个团队。一直是从哪一个阶段来开始？是什么2017年这样的那个新的那个模式，或者是？不是，我们在2015年开始就有了，因为那个时候做 O2O 我们要给很多的跟很多的机构去引流，那个时候学生特别少，那我们想让老师感觉上来去客人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技术，比如说请报了5个学生，然后剩下的500个可能我们就会用机器人去甲方去听课，然后去觉得哎这个平台流量很大，从2015年开始就有。那这样子那个水费是怎么做的呢？是如果是一个这个我有一点不太了解，因为这个是他们就给他们什么代码就免费可以买这个课程吗？或者是要就是小公司会怎么样付那个水费？学费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是跟谁学，然后呢我会跟另外一家公司，比如说就叫小鱼管家，我会跟他签，比如说我要在你家投100万的广告，然后呢我会承诺给你，就比如说其中2%你可以自己留下来，就比如说你可以留下2万块钱，然后剩下的98万钱变成佣金，剩下的98万你必须通过这些虚拟的手机号或者是微信的用户的账号，然后购买我的课程，然后变成我的收入，就这样买回来。这种呢，这种跟随学会亏钱，比方他至少会亏2%的佣金，对吧？这是一小部分，还有一部分呢是那种跟一些老师合作，就比如说我同样给你100万。然后我也把你签成市场费用，但是呢你必须把100万都要买回来。但为什么这些小机构愿意这么做呢？是因为如果你帮我操作了这个动作，那你自己在我平台上在微视上开课的时候，我可以给你帮你免费的做推广，或者给你一些广告位，然后或者一些品牌上的推广我可以给你，但是你必须把100万买回来。也一般是不会给他钱，是他给我们，你自己先掏100万买回来，然后呢我后面再通过市场费用再补给你，或者怎么样把钱还给你，是这样的模式。那这个时候跟这些就不会亏钱，就是100万你赚了一下，我把广告位给你去换这个换你的上单的这个额度。很有意思，这是常用的操作方法啊。所以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推广，就是那个费用来提供，就是那个合作方。对，没错。那这个效率怎么样？因为看起来就这样子能够做多长时间？因为这样子你好像有，如果有这么多的那个不是真正的学生在上课呢，那其他的会真的会有吸引力吗？或者是这个效益怎么样？是能够保持多长时间？
不是还要改这个模式？在中国呢，其实这个市场非常非常的大。在中国的培训机构，在2020年，就是那种以工商的名义去注册的这种可以从事培训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大概有20多万家，20多万家。在中国的学生呢，从所有的初中到高中的学生加起来是1.73亿这样的一个学生人数，所以说从目前专升学或者是所有的在线工资的规模，足够让他们去刷很长很长时间。因为中国的个体老师和培训机构非常多，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挣到钱的，那么他们是自己也投不起广告，那么他们是很愿意去依托于这种大的公司来进行短时间的合作。当然会有那种公司，比如说我刷了2个月，我发现我虽然给你刷了单，你给我广告位，但是我也没招到学生，我就不跟你合作。也有，但是这个量已经足够大了。一个月，你像一家机构至少会贡献50万的业绩，在一个月有二十家机构就能贡献将近1000万的业绩，200家机构就是有2个亿到1个亿的业绩。中国的机构完全都跟他合作一点都完全足够了，完全足够他刷很多很多量。就是刚才我们在讲这个春空，我想多了解一下，因为我不是什么很，我不是一个工程师，可是我对电脑比较感兴趣。这个这样子这个春空，那他们在编程这个学生上课的时候，他们会就一下子就会很多学生同时上课吗？或者他们会变成什么什么50个来这个什么这时候，然后再过一分钟再有25个，然后再过一分钟什么25个，或者是他们是怎么上课的？OK， 您这个问的非常专业啊，就是群控的分两种，一种呢是我在购买的时候，虚拟购买的时候，群控是可以控制时间和周期的，比如说每10分钟购买多少个人，然后中间间隔多少秒，然后去买。然后呢，上课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然后上课的时候跟着学的系统是可以调整的，就是它可以在后台显示自己控制了做虚拟值，它有个算法，比如说我会显示，就比如说如果只有10个人上课，它有两种操作，一种呢就是电脑虚拟出来说我这现在有1000个人上课，那其实可能只有10个人。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通知这些群控的公司，你买过的这一课的公司，你必须报课率要达到80%。那这些群控公司呢会根据上课的时间，然后逐步进入教室，一般分为几个阶段，就是上课之前，就是马上还有5分钟要上课了，这个时间呢会有将近50%的学生先进入到教室，然后后面呢会有一个时间，比如说在上课，如果是一个小时的课程，那可能是在前20分钟，这些学生陆陆续续都要进入到课堂，然后陆陆续续会有一些人走，但是一般会把课程听完再走。然后他一般就是通过电脑挂在那里，我们就挂在那里听完就好了。有些呢也会模拟一些互动，就会有一些因为群控后面也有人嘛，人可能会拿一些号去跟老师互动，然后提些问题啊，这些操作都会有。这个你能不能都帮我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后台的那个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后台不知道是 back end， 就是你这样的那个后台的那个方面，我可能有一些地方不是非常的清楚。您指的后台是群控的后台吗？后台不是那个？你需要翻译吗？要。你需要翻译吗 ？Can you？ OK。Basically they give back end。For them only for 10 students, but they could be able to create many students just by the computer. The other way that their own computer, right? 说的是这个是学的自己的
你的电脑，对吗？就说他们这样的。不是，外面有公司也有这样的后台。嗯。也有这样后台，就是说，但是这些自己也有吧？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些自己一个公司，对不对？对对，有的有的，他有自己这样的后台。对啊 ，and then yeah, they have such computer, students, and also they have a bunch of third party, bomb, yeah, and they can create students, and those students will, go enter the classroom gradually, and by the class begin.About 60% students there, and the students, other students will complete the first 20 minutes, and then some, because the computer was controlled by people, so some people could be able to have interactive activity with teacher, ask questions and something. Yeah, that's how they run the